前有 Jagger 带着 Tomboy 和 Nude 以及 Queen Car 回归，每首歌都在全世界创造了一个不小的流行。而且有 Jagger 也宣布了将带着第二张正规专辑回归。孩子们连续多年拿下的好成绩，不止让大众看见了成员们的创作能力，也让更加期待孩子们这次会用什么歌曲席卷全世界。期待1月29主打歌 MV 与全专辑的音乐吧。